好，走啦，没了。走，你走。有，我插一个那个了，插一个胶带。好，我箱子好像还是有，好，暗沉。放在暗沉吗？好，好。这样子，我们又有一只金稿子了。好。嗯。屋檐怎么一把铁锤？刚放的啊。很亏，一趴对20%的能量，没关系啦。我只是不想要超过那个浪费，浪费。然后一趴搓就好了。对啊，一趴一趴搓。那你们等下自己拿那个、喔、卡，我去找，我去拿胶带。好。小心哦、喔。嗯。进去。好了，音乐在哪？好，走。啊，我在浴室。胶带吗？对，是胶带。好。走走走。哎、欸，你们来接我们哦。不走，我下去。我们开个门。开个门就好了。嗯。嗨，哈基。来给你。哎，没有，有两只金稿子应该够用了吧？不好说，其实差不多了。我们还有很多铁锤，不是吗？很多都剩下一点点。哦，有差你就跳下去了，吓死我！跳下去就外面有一个稿子，锤子，那个铁锤，那个铁锤，你的吗？那个铁锤。原来刚刚观众是讲这个哦。哦，要发出去，然后。它也是违禁品啊，所以一定会被拿走啊。那你不要丢那边吧，看得到吃不到很难过哎、欸。啊，铁锤啊！哎、欸，都擦一下了、欸，差不多啦。直接走啦，科技。哎、欸，我的绿幕又开始。这边有5%的。5%是哪一格啊？这个。这个。好了好了，这里还有吗？没了没了。都没了吧？不要下去不要下去不要下去不要。没有，我确定好，走了走了走，出发了。嗯？直接走。嗯这样子啊，走啦！铁锤，铁锤在那边，铁锤。我以为你是说那个哦，屋檐上面，我想说屋顶上怎么有放？哦，都是小雨。你、哦、我有一个任务的。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打人。哦，打人。打人跟还是挖东西吧。嗯。先准备，先看一下下一关怎么玩吧。下一关不是那个吗？海上、欸、海空啊，海上哦，海上我真的不会玩了哦。海上的就一样要抢钥匙。哎、欸，这船呢、欸？就船呢、啊？这关要玩很久哎、欸。没有、啊，就先摸一下、啊，先试看看啦、啊。之后我们有机会再玩、啊。我记得是不是要找两种卡片呢？嗯我记得好像是红色，红色跟蓝色还是对，其中一个是红色，真是红色蓝色。可是他很讨厌，是因为他最后如果你要搭直升机要逃的话，他就是很像那边叫迷宫。对，他有两个，他有分 A 栋楼跟 B 栋楼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不是那一个，不是那一个，哦、不是哦，嗯，是另外一个，是船，这在船上。那腰。等一下，我先取。是那个什么逃离捕鲸？捕鲸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也没玩过、啊。这是船上啊，这是船上。要哈？对啊，捕鲸啊，那、欸啊、就搭直升机啊，不是吗？嗯，有搭直升机有，记得。对啊。哦，我看一下哦，还有谁啊？短团泽平哈纪喵哈。哎、欸，有个。逃离，应该简单模式吧。就是中央公园左边还有两张地图，中央公园，对啊，就更简也是简单地图哎。中央公园左边17号景区跟一个英文，要试看看吗？他可以啊，
这个感觉是圣诞节的，来啊！好，那就圣诞节这个喽。对啊，圣诞节快到了。天塔我都没圣鬼啊。那我就自取玉，魔法是不是去掉？去掉。有那个次序。真好，我没朋友都不能通关多人。你买游戏送给朋友啊？你就买四人包送给朋友啊？去认识啊？这次有谁？一样啊，老屁股们啊。对啊。你看到左边、右边这三个 ID 就是我们。OP Channel。OP Channel。头发不是那种头顶颜色会被吃掉。头发也是被吃掉，你头发是绿色、喔、不是，因为光然后会有点反光，然后就绿绿的，然后头发颜色就被吃掉，就绿光顶照之类的。哇，绿光还是一道光如此美妙。哎，好，越看越爱瘦、哦、我刚才想说越看越瘦我还开心了一下，越看越瘦。好希望哦，好希望在这边开台开着开着就变瘦。小雨你可以把身上涂一点绿色就可以变瘦啦、啊、这很可怕耶、欸、对啊，会被消掉，会被消掉啊，不会可怕啊。对啊，头顶的颜色就被吃掉。好，要了要了，好。这关怎么逃啊？我看到兔子头部广告了，可能先稍微摸索一下。观众说这关变雪人了哎！哦，原来上去年的就是这个哦，去年的。因为我看到去年有那个圣诞版本的，那时候想说推你们入坑。哦，所以是圣诞圣诞的时候增加的地图的。哎，哇，有包装纸哎。和平买包装纸，阿基麦铁锤，我四八四变手柄。哎呦，白痴！我弄到一个超级老头啊！我要退出去啊！我怎么离开啊？直接离开，直接退出。可以再邀我一次吗？我不想用超级老头玩游戏。换角色，重新选角嗯，早餐时间。选错了，这里吗？哦，这里。嗯，哦，是呀，是呀。首先四处观察地形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我侄女又在哭了。妈。哈，警察打死团团不算哦，可恶。怎么了？因为我要扁团团。哎、欸，感觉这关好像蛮容易出去的，要挖挖门就好，还是捡铁丝网吗？铲子铲子挖地板出去就行了。哎呦，铲铲、哎！我这墙壁不知道能不能用镐子敲掉，这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我觉得他的歌很可爱。早餐在哪？嗯，在右边。耶、欸！我拿到铁锹了，我们可以做稿子了。哎呦，小雨没出息，他就找不到早餐在哪里，他迷失方向了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我在找。耶、欸！工作区啊，制作玩具哇，制作玩具智商要这么高，智商要八十哦。哇，这么高、啊，要玩那么久，是吧？逃狱了，我和你在哪里？他要走错路了，哦。其他都是力量要40，智力要40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有图了，我看一下，有布置圣诞树，还有一个是管道，整理邮件跟制作玩具四种。嗯，我觉得哦，到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不过开到十点。对，开到十点。嗯。那、啊、图书馆在哪里呀、啊？你真的要玩那么久、哦？我以为你们是一贯路线啊！我想说晃一晃啊，反正如果下次要再玩，可以哦，可以啊。反正换到十点嘛，就先知道一些东西在哪里啊。嗯、冬青哇，冬青是
刚才看我们走到上面有一个。哦，我看到图书馆啊，在哪里？在楼下。哦，看到了。两个。读个书。销毁巧克力的花石粉，我笑。玉竹没有带我好好看，对吧？这里的玉竹都在耍废啊，比我还废。奶是真的很废的，真的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哇，无人的工作台。哦。那种是放着不会变啊，还是会？什么东西？无人的啊。会也会刷，它也会刷新。会啊。卡布，卡布，卡布。我的智力太低，好吧。他说我是笨蛋。浴室在哪里啊？浴室在旁边，好近哦。浴室在出门出来右手边而已。哦，在哪洗个澡？准人。嗯。有人点不到浴室。有人点不到。点半天。指标移到附近会比较容易点到啦。我只是不想消耗无意义的能量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废啊。没有没有，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否认的。想读书吗？不然练死啊！你明知过哎、欸，跑掉了。羞了吧！我就说啊，你明知故问啊！我的狱友都好凶啊，我的狱友。啊，想读书吗？一直站在上面读书。想读吗？你读不到嘞。你要不要去做那个、啊？那个杰克吗？对啊，好，没问题。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，想进还进不来。真的。趁大小，趁大小。对，这一关没什么安检门呢，对不对，杰克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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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，小雨？下面你打起来了，我四十就好，等一下，我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了。好了好了，给你读，给你读，给你读。雪球大战啊，出去啊！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啊。淋浴时间，我好想要用到八十，我去玩看制作玩具哦。好啊。哦，有人打到警察了！哇哇，凶爸爸！嗯，我已经成功了。哎、欸，嗯，有那个图书馆上面有那个两人合力的门。哦，有啊，我看到。可是里面有警察、啊，没有警察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人是。圣诞的那个麋鹿装，哎，哇，偷他衣服，在哪里？他在浴室下面，我看到了。打他，这个，你没有什么人很熟啊？他点雨伞啊！要点雨伞，我帮你开门，我帮你开门，快啦，进来。这里没啥东西、啊，有准备五具哎、欸。哦啊，是不是我们那个箱子里面的那个剧本？对啊，我记得我箱子有剧本，所以有舞台剧咯。有啊，隔壁这边啊，左边那边，还是上面那边的桌子要放剧本。等一下，小雨，啊，是先把我放在这边吗？还是哦，对，把你放在那边。对，我回去拿个剧本啊，等一下还是有人帮我开门，对吧？是是是是，听起来太有道理了。吓死我！感谢小起点，一定不是因为刚有人走过来哇。那我这次抖了十倍的小起点啊！哦，好多哦！因为平时都没在抖了吗？平时没在抖，然后抖了十倍，所以他抖了十颗吗？小起点，对，五十个。没啦。嗯，圣诞老人的点心。哎呦，嗯，点太快了。哦，我想在这边好舒服哦。是这个吗？拿在手上。以后我家也要长这样。拿在手上，不是这个吗？哦，这是清单呢、啊。啊，清单要干嘛？好拖小贴士。那这是看屁哦！你们来二楼。二楼怎么？等一下哦。字体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字体大概只有、啊、字体大概只有三或四而已吧。应该只有四吧？我看到了。别忘了写完
好，给圣诞老人行并准备好招待的点心，需要一个肉馅，一些牛奶，还有蛤驯鹿，是蛤驯鹿吗？哦，给驯鹿准备一根胡萝卜。哦，我在看那个这个试镜，他说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人来扮演可应征的角色嘛，演员成二，乐手多人，不管是谁拿走了开场的剧本，请立刻把它还回来。给我还回来，这剧本被拿走了。哎、欸，走开啦！我要拿肉馅饼啊！